逃跑喽！电来了，这是有电了，这东西是活的。刚地狱被雷劈，去搞点破坏。是夫人，哦，主人的主人，哇，好帅哦！怎么回事？哦，这样吓死，直接吓死了。这两个吓到互撞跌倒，超北极。哦，所以这个监狱都只有那博士是活人，其他是真的僵尸哎。没有，就半人跟那个啊，半人跟活。哦，哇，出来喽，跑走喽，耶！出来啦！拼凑的怪物，吉云十二个。哇，小雨有两个哎、欸，三个哎、欸！哇，有了爽贝了，好爽啊！在捡呢，捡王子。有一个小爽贝啊，什么奖牌都没拿到啊！卡通名王。哎、啊欸，我，你们先一开始一局，我暂离一下、啊，不要再进去。好，好。嗯好哎、欸，我打个一下，刚刚在拉肚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两个可以选，一个是马戏团，一个是中古世纪。看一下，那哪一个呢？马戏团或中古世纪？中古世纪的城堡跟马戏团。看广告哈，我去上厕所，拜拜。感谢七七七。马戏团是不是有小丑啊？哦，小丑，母汤小丑就想到哪一个小丑？什么小丑？麦当当叔叔哦，中秋节。所以那你们要拿完来哪一个？感觉中古世纪的那个警察难打哎、欸，中古世纪的他是困难啊，他都是身穿重甲的卫的那个警卫。对啊，还是玩小丑好。小丑好。嗯，这么多人哦。取名字喽！取名字喽！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起起来。是哪一关啊？啊，你应该你有吗？地牢和胶带。有一个马戏团的这样不背景啊。马戏团来临。嗯。哦，我有啊，我马戏团来临。团，等一下。饿了，还好。风，Coco 有个人就叫 Coco， 那就巧克力啦。Coco。看一下啊，杰瑞，然后苗哈，取四十五分钟，然后下班，太久了，我觉得直接聊天了，对不对？变聊天台喽，笑死，繁星在那边打肚子好痛。感谢追随，你怎么突然那么多追随啊？是巧克力关台的十八次、啊、追起来！巧克力今天有开吗？不知道今天开，今天有开啊，还是开啊？天台还是开，还在开啊？他、啊、怎么这么多追随？通常这种不是就是某一台散场之后，然后看到还有人在，啊、就往上往下追随潮。哎呀，这个要戴小猪面具哎、欸，面具啊！对，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。可以弄新的角色。感谢棒棒糖。还有谁啊？看一下啊，好像该取的都取的差不多了，那就开始。寒闪，圆。感谢礼物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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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呦，魔法师的帽子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谁可以取呢？那我看看哦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还有谁的名字没取到。没事，你慢慢取，但是慢慢看头发。嗯，这边应该都取过了哈。然后群组。解释更多。嗯，好。王手指附件。哦，杀神棺材。哦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就是有人棺材才会这样，才会突然变多。对啊，就突然间很多人就按追随了。对啊，追起来。当当，看一下还有谁？啊，冰当当。摇，摇，摇，好。OK， 好了。然后四人，嗯，应该都取到了吧？有了。我戴法师帽子。创建。嗯嗯嗯，我这边一直跳追随。追起来！来追追追，都来追随，感谢追随。感谢追随。嗯，然后现在中场休息。跳舞好烂。我邀请了。好。嗯。点名。支持把折纸的马桶用堵塞。塞起来。塞起来。塞起来。哦，呼啦圈。哎呀。哦。他的运动有不一样哎、欸，好多哦、嗯！他的运动好多种啊，新的运动是不是？对，你可以进去都要读好久。我们是僵尸哦。啊，没有啊。我们是小丑吧？是小丑吗？我们都是小丑啊。回来了。脸色绿绿的。都是小丑。回来了，可以咬我了。哦，好，等一下哦。还没进去。好痛。对不起，小丑。好，咬了。嗯，感谢药水瓶，感谢棒棒糖。头发怎么那么炫炮啊？这头发怎么炫炮？这个啊，是谁？狗吗？贵宾狗？阿尔啊，阿尔头超酷的。橡皮筋。加崩了，加崩了。我加崩你的。梦梦小。左边，左边。拿餐盘，我要插队。哇，好爽哦！好想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旁边是餐厅。哇，好想你，这就可以吃饭了，真爽！好想你，来补一下 PIZZ 的波浪符。感谢披萨团续订，披萨团续订，披萨团。他说来补一下披萨。哦，来补货的吗？哦，等一下他。读书的地方在哪里 啊一次八到三个人，哇，太会了！不小心被范围攻击了。是什么？啊、这是运动吗？火焰喷射。对啊。哇，吞火哎、欸，好猛、喔！紧张，他们打我，打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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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都是 Q 一的那种哎、欸。嗯。紧张，打死他，打死他。是消诅咒的那个模式。谢谢。对啊。气球鱼。欸我拿个梳子、哦、有个工作是喂狮子哎、欸，喂狮子，对啊，我已经看到狮子在右边，挂海报，挂海报要力量，来、哦，哦大象，工作时间，骆驼斑马，好远哦，他的那个医护室，
是在哪里啊？怎么指标指这么远的地方？工作时间？哎、啊欸，我大概我好像知道怎么逃狱了。怎么逃狱？怎么逃？最左下角有养动物的。嗯，有大炮。对，好像就把动物打开就会跑掉了。哦，动物打大象，有这么简单啊？要门卡、哦。工作在这，好远。还有骆驼哎，还有斑马，一个锁头。你要他拿气球哎、欸，原厂钥匙。哦，发气球的吗？狗狗气球，让他攻速吧。你捡在这，所以中间是锻炼时间。应该是吧，看起来像是锻炼的。嗯，这也太大了，好难走。超大一张啊！脸部彩绘，秋风的公司帮人家脸部彩绘，帮人家画脸。啊，我们可以被画吗？他说需要更多。哎、欸，有一个人体大炮、欸，哎，对啊，是我们可以上去吗？哦靠，这边是户外、欸，哎，啊，整张都是户外，我会被狙击死。哦，有，哦，真的，有好正的。好、哦、正的什么？看上面的，看上面小雨右边那个。哦，是这个吗？好像有点正哦。哎呦，这个还不错哦。哪一个啊？好想看、啊。可是我现在在努力读书。读书在哪？777，读书在右边啊。有。可是它只有一个书柜而已。抢书柜。现在揍起来了吗？怪东西，还椰子。可是这张要翻人家箱子比较好翻，没有上下楼问题。嗯，全部都在一起啊。感谢追随。自由时间，自由时间。他等下会不会有表演时间之类的啊？应该有，要不然中间那边拿来干嘛的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感觉像锻炼啊。可是锻炼他又全部都是一样的。嗯，好了，我的体力满了。你们对读书的定义也太狭隘了吧？为什么就是为了要考试才需要读书、啊？因为为了分数，贝多芬。嗯，好棒。棒。有贝就有分。这个就是华人的教育。守卫的工作台，好棒哦，好棒，真的，好棒啊！守卫进来了，我要走了。耶，我70的智力了，我智商过70了。可以。嗯，书柜要用抢的真好学，对啊，你刚才知道，我们都是有喇叭哎、欸。挺棒，可以拿哎、欸！我丢地上了那武器，喇叭是武器？嗯，为什么没有特音效啊？就叭，咪咪咪，那是尖叫鸡吗？橡皮鸭？不是，对啊，橡皮鸡好吗？那是鸡，鸡鸡，守卫工作台有什么东西啊？有梳子。刀片，有气球哎、欸！哦，感谢礼物。嗯，这金看起来不能打人啊。哎、欸，可以吗？可以在屋顶上走、欸。不行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像可以。我等一下。哦，看一下。电路板。我的房间是哪一间？这一间。来练体力、嗯。有人在运动吗？我要练体力。
感谢雅思的。反正这电体力很快啊，反正旁边有人的房间，你去睡一下。哇，是，这不知道谁的房间。对啊，这个。哎，所以那个需要两个人进去的房间，你进过了吗？没。哦，在狮子这边。等一下来玩玩看。好。是汪汪吗？哦，有人在读书了，谁？我。哪里可以读书？右边。在右边、okay. 点名的右边而已。哦、oh, ，真的。然后这边可以两个人。点名哦。这边两个人。可以来。可以来。来的，我来的。帮我拉，我没体力。好。拉得很卖力。是。这个看一下有什么。我看看，有个围场钥匙。围场钥匙那个开门的，开动物的吧？对。对啊。走啊，那我们出去看看。走啊。我下。哦，杰克。杰克来了。真的很讨厌我。没有。哇，他真的好正哦，我跟他旁边。哪边哪一个啊？哦，这一个警察，短发妹妹，短发妹妹又穿短裙哦，在哪里啊？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我进不去。这里吗？